联准会加速缩减购债，还有鹰派的升息定调，激励了美股走扬，台股今天也是开高走高。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今天上演了秒填息的大秀，收在全场的最高，带领了半导体族群重新回到主流。另外还有中小型股的贵买指数更是再刷了14年来的新高，台股会不会一路望到年底呢？今天陈维泰分析师要来教你看懂主力控盘，搭轿轻松赚，要来抢年终行情的最大红包，请锁定今天的股市热炒店。我是爱炒店标股在里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陈维泰分析师，维泰哥你好。诗伟好，大家好。维泰哥，你现在还有在领红包吗？领红包是要发给我你吗？所以你现在都是发给小朋友居多，是不是？发给小朋友，然后发给爸妈，发给工作伙伴，对，然后发给亲爱的老婆啊。哎，对啊。这样迟迟疑了两秒，会不会？是不是迟疑了两秒，会不会被抓包？有，但没关系。维泰哥呢，今天要来教我们的是，我们要从年终行情来领红包了。所以呢，请跟上维泰哥，我们要一起来赚红包。来看一下呢，今天台股的主题哦，要来告诉大家。美国联准会呢再出阴招，美股的利空出尽之后，美股的四大指数今天是全部的上涨。另外还有台积电今天在台股呢上演了秒填息的秀，台股会不会一路的望到年底呢？陈维泰分析师还要来教你看懂年底主力控盘非常重要，让你可以搭轿轻松赚。好，来看一下呢今天台股的部分了。台股呢因为今天的美股的四大指数全面的上扬，台股今天在一开盘呢也直接冲到了17814点，今天呢是在高档震荡，都在平盘之上。今天不仅台积电秒填息，整个半导体族群全部都回神了，包含了矽晶圆，包含了联电，包含了 IC 设计，联咏通通都是上涨的。还有呢今天面板厂的友达表现的也非常好，今天最终呢涨幅来到了 0.7%，大涨了125点，收在17785点。今天不仅收复了月线，也收复了五日线，已经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了。成交量也大幅增加，来到了3116亿。另外看到柜买指数，柜买指数呢今天则是再创下了新高啊，在盘中呢来到了233.05，这是14年来的波段新高，涨幅呢是 1.53%，成交量则是扩大到了1207亿。今天中小型股依旧表现得非常的强势。好，这边呢要来请教一下维泰哥了。我们看到大盘的部分呢，今天呢上涨了125点啊、可以来，因为今天凌晨最新的消息就是大家都在关心联准会的最新动向。是，那联准会呢有表示，预计在明年3月的时候呢就要结束所有的这个刺激经济的购债规模。是，同时预期明年呢有可能会升息3次左右。是，这个消息出来，反而刺激了美股上涨，您怎么看？好，这就是一般市场上面常常讲的叫做利空出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在先前我们看到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啊，他其实都一直不愿意松口，说这个通膨哦可能会持续下去，所以原本呢，他只说啊，在2022年可能呢只会升息2次，那市场就会担心说，你只升息2次，这样有办法抑制通膨吗？那可能通膨就会持续往上做个升高，然后进一步呢会冲击到整个企业的一个获利。可是呢在昨天啊、鲍尔特别提到说在明年有可能会升息3次。对，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你决定要升息3次了，那表示呢这个通膨的问题可能会一刃而解。是，那大家反而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投以正面的一个态度去做一个看待，所以导致在昨天的一个美国股市是呈现了一个上涨格局。所以维泰哥，我可以说所有的大家担心的负面消息或者是疑虑通通都在今天清晨理清了。对、所以在今天这个台北股市也是出现了一个开高走高的一个表现。大加权指数呢可以看到，今天我个人觉得最漂亮就是哪里？今天它全场都没有跌到平盘之下。对，它今天全部都是在平盘之上高档震荡。对、然后呢留下一个多方缺口。对，
OK， 换句话说呢，哎，这个是延续了昨天的这个红 K 的一个反弹，持续往上做走高的表现。嗯，那么第二个呢，就今天成交量，嗯，来到3116亿，是也大幅增加。对，相较于过去这一两天，这个成交量可能2800、2600多亿这么低迷的成交量，对，终于让人觉得好像有点点元气回来的一个感觉。嗯，哦，这是在加权指数的部分。OK， 那么在 OTC 的部分呢，我们看到。交易其实领先创下波段新的新高哦，代表着我们像上个礼拜有提到的中小型股现在是盘面上面的重心。对，因为其实在接近这个 Christmas 的一个时间点，是法人尤其是外资的部分基本上不太会去做太大幅度的一个动作。嗯，哦，所以不管是在三大法人买卖超的部分都可以观察到外资其实买进跟卖出的一个金额都相对的缩小。嗯，所以呢这边也特别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就是接下来到年底12月30号，甚至延续到一月的农历春节之前，很可能中小型股的表现都有可能会持续旺下去哦。OK， 好，外资去收价了，但是呢，内资哦，主力呢拉抬了中小型股的部分，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来关注柜买指数。另外呢，这边也要请教一下维泰哥，因为今天报纸的头版头条有写到了，是美国可能会加强对于中芯国际的一些相关的制裁，尤其是在有关于成熟制程的设备方面。对，那这个部分呢，报纸写到可能会有利于联电跟利基电。嗯，您怎么看待接下来的半导体族群，尤其是到明年初左右，您怎么看待呢？对，好，中芯国际呢，本来很天真的认为说，你竟然封杀了我的高阶制程，你不给我极紫外光设备，对不对？我就去发展我的一个就是成熟制程。嗯，结果美国是要赶尽杀绝，美国说你想太多了。哦，反正他就是不要让这个中国在半导体的一个产业上面发展有很明显的一个突破。对，哦，他就说你成熟制程的一些所谓的技术啊，哦，到时候也可能应用到军事上面，然后会影响到这个美国的一个国家安全。对，反正他也是用尽其他的一个方法，然后去阻挡这个中芯国际他在更进一步的一个提升他的制程。嗯，那换句话说呢，现在其实成熟制程在全球的一个产能其实还是供给不足的。是，所以如果说中芯他这边被限制去做个提升跟扩产的话，那么对我们国内的一个成熟制程的相关的厂商，包括刚刚所提到的联电，对，甚至说像利基电，甚至包括像是世界先进，我们在前一个礼拜提到，我跟大通，它调降了这个世界先进平等，从中立调到卖出。对，但是呢，我觉得从整个产业来看的话，目前其实成熟制程还是属于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嗯，所以我认为说，在这个美国跟这个台湾的关系持续的一个良好情况之下，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应该有机会持续的好下去。还是我们的护国群山呐，啊，不只是一座山，是群山。是。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三大法人买卖超的部分了。来看到呢，外资哦，今天呢还是持续的卖超了25亿，而投信呢则是大幅的买超，已经连续3天呢买超都超过20亿了。今天投信买超是28亿，合计三大法人呢是合计买超28亿。来看到外资买些什么？外资今天买超第一名是友达，买了20000多张，还另外买了中寿、康舒以及华通跟台向，卖了开发金、华航、群创以及长荣航跟鸿海。另外看到投信买卖超，投信呢今天也买超了友达，一样是20000多张，还有兆丰金、开发金以及宏基跟人保，卖了联电、国票金、华票以及南亚科跟旺宏。哎，这边要请教一下哦，因为今天的投信跟外资同时都是买超了友达，而且都来到第一顺位哦，第一名，您怎么看待呢？好，其实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有跟大家特别分享过友达。嗯，哦，我们提到就是说在 mini LED 的一个全面的一个量产化之后，对，现在的大家的一个电视啊，都很有可能会去做一个升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叫做换机潮。OK， 好，那换机潮之后，当然其实对于这些友达或者是说电视面板的一个厂商，甚至包括像群创等等，他们的业绩都很有可能会出现就是压缩之后的一个弹跳。因为过去为什么压缩，是因为 driver IC 嘛， driver IC 它缺料，所以呢即便是我有面板，电视的厂商也没有办法组装成一台电视来卖，所以它会间接压缩到他们对面板厂商的拉货的力道。
可是呢，现在 driver IC 的一个供给已经慢慢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嗯，所以他们开始重新对这个面板股的面板去进行拉货，嗯，所以使得在整个友达啦或者群创接下来的一个第一季的一个营收表现，嗯，很有可能会出现淡季不淡。嗯，换句话说，以目前来看呢，以这个所谓的电子族群来讲，哎，基期相对偏低的就是面板族群，嗯，哦，所以这边看到像友达的部分，嗯，投信跟这个外资都同步站在买方。是的哈，以上呢就是跟帮大家呢来做点补充，嗯，我们接下来来看到今天主题了，要来告诉你，要教你看懂主力控盘，可以让你呢搭轿跟着轻松赚。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哪些股票会涨？哪些股票会跌？独家标股在哪里？股市热炒店告诉你。市场上面除了三大法人之外，还有一个很大影响股价的因素，叫做主力。我们来看到呢，今天维泰哥要来告诉大家了，年底咯，要教你看懂主力控盘，让你可以搭轿跟着轻松赚。我们有请维泰哥。好，接近年底了。刚刚呢，其实思维一开头就问我说有没有在领红包啊？对，哎，我们这种年纪要在领红包就不太好意思啦，所以其实我们红包呢基本上都自己赚，都自己要从资本市场靠着台股年终行情赚，对，要从资本市场去拿。好，但是呢，跟各位报告一下，现在想赚红包的只有我吗？思维不想吗？想，哎，小编不想吗？想，哈，摄影师也很想，所以基本上呢，年终行其实每个人都想要去赚的，要帮我们自己加薪赚红包赚年终，没有错，所以其实呢，就接近年底啊，这个所谓的台股行情，基本上是集团做账也想要做，投信做账也想要做，你跟我是散户也想要赚点钱。那但除我们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的主力啊，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在这个年底的这个红包行情当中呢，好好的去赚一笔，所以基本上年终行情基本上人人都想赚，大家都想要去做多。好，但是呢，这边呢，主力控股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要请维泰哥来帮我们做一下说明了。这个特点的部分呢，包含了小股本、发动快跟涨得凶，有请维泰哥。好啊，这边所说的主力啊，有时候呢它定义比较模糊，但基本上就是我们摒除掉就是三大法人，政府基金，或者是这个散户，然后剩下的就是像公司派也把它摒除掉，就在市场上面能够去影响股价的一些不管是大户或者中实户，基本上我们都会把它归纳在主力的一个范围之内。是，好，那么这些主力的基本上它是比较有实力的中实户的情况之下，他想要想办法去撼动一家公司的一个股价，第一个，他的股本不能够太大。如果他就去，你觉得主力会去拉台积电吗？拉不动，拉不动。台积电红海吗？不可能，也不行，一千多亿的，对。他基本上就会去挑选一些股本比较小的一个公司。OK， 好，而且他的手法是很快的就让你发动，你可能迅雷不及掩耳，你可能上个厕所回来，哇，奇怪，股价涨了5%，有鬼，对，里面一定有人在做鬼，对，然后你想想，想想要不要进啊，研究一下这档股票做什么的，又涨了3%，还让你想，还让你想，已经要快要涨停板了。对，所以它其实发动的很快，而且涨得很凶，而且甚至一涨涨好几天，这就是主力控盘的特色。哦，原来如此，所以呢，大家可以关系到这几个特点哦，来跟大家呢做个说明。接下来呢，我们直接用个股呢来做一个示范。首先，我们先来看到这是豫创，对，豫创呢，昨天我在挑范例股的时候呢，它就已经很强了，今天涨停板，对，好，为什么要把它特别挑出来呢？就是因为它就是我观察到最近非常非常典型主力控盘的一个范例。好，那主力控盘，你刚刚想到，它是用这个要涨得凶、涨得快，而且它股本小，所以基本上呢，投信啊，不说这个主力在控盘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去做什么长期投资。那既然不用长期投资，它要进出的快，基本上就要用很大的一个杠杆。所以大部分的主力在控盘的时候都是去用融资来去做操作，难怪维泰哥最下面那一行我们放的不是外资，也不是投信，也不是法人，而是放融资，没错。 OK， 如果我们要确认这档个股呢，它是不是有主力在控盘，基本上我们会搭配融资来去看。好，如果融资在增加，然后股价在往上涨的，
那就表示其实哎，这档个股、啊、融资一直买，一直买，买到股价往上涨、嗯。通常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我都会特别怀疑它就是有主力在里面控盘。因为我刚刚私底下问了维泰哥说，维泰哥，融资增加不就是散户疯狂的看好，然后一直去融资买股票吗？那我怎么分辨这个融资增加是来自主力跟还是散户？其实维泰哥就有说了，股价有没有跟着上涨也是很重要的。对啊，你觉得散户用融资买好了，你觉得散户会去有办法拉抬股价吗？没办法。对啊，所以其实跟这个融资是不是一定是散户你买，这没有绝对关系。OK，只要是自然人，你都可以去用融资去做买卖股票的动作。好，这是预创的部分，下一档我们要看到是美食。对，好。刚刚预创是在跟大家说明，就是说，哎，当这个个股在发动的时候，股价的变化，嗯，然后呢，融资的一个变化，好、那我们今天是要看这一档叫做美食1795的美食哦、不是美食达人的美食。OK， 好，这档个股呢，看它在七月份它在股价往上做冲高的时候，也是融资一路往上做增加，可是它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它融资就怎么样？有点不太增加了，甚至还有出现一点点的一个调节情况，那么股价就往下走到后来，融资整个就全部把它倒出来了，对，然后股价就跌到下面的一个八九十块的位置，所以我想跟大家在这一个美食的范例当中，特别跟大家提到，就是在玩这个所谓主力控盘股的时候，手脚一定要快，手脚一定要快，为什么？因为主力他动作很快啊，你不卖他就卖了，如果他看到他卖了，然后你又不跟着卖，很可能就是被这个成为这个套在高档的那个这个筹码。所以要跟着上山也要跟着下山，对不对？要随时动静观瞻，只要他一动了，你就要马上跟着，速度快也要赶快跟着移动。对，所以我们说抢红包这个名词用得非常好，用抢这个字，用抢就是要快，不是等人家发给你哦，不是等人家配息的哦，是我们要跟着一起来抢赚红包财。没错。好，从以上的几档范例跟我们的原则之下呢，今天伟泰哥帮大家挑选出了几档的标股，这六档主力的控盘股啊，包含了像天悦电、五峰传奇、网龙跟鸿雅，还有飞鸿。看这六档呢，我发现伟泰哥有共同点，就是我还不太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我还稍微的查了一下，所以相对来讲，他们真的就是股本少，甚至我可以说是交易量也比较小的一些个股吗？交易量小不小哦？这其实它是可以去做调整的，是因为只要连续拉了两天，基本上成交量就出来了，所以市场上面有一句行话叫做连涨三天散户不请自来、所以其实交易量少我倒不觉得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刚刚思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这些的个股你平常可能不太注意到，对，它不是半导体，也不是 IC 设计，也不是航运，也不是钢铁，都不是那些的人，我只会唱王菲的传奇，我一直在想说传奇是什么股票对就这些个股呢，平常大家比较不常提到，可是越接近年底它的股价哇飙到你都不想不相信都不行。好，我们要赶快认识他，一起来抢赚红包咯。首先现在看到的是天悦电。天悦电呢，大家呢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天悦电呢是做安全监视的产品，对，安全监控，事实上呢，过去台湾厂商非常的有竞争力。不过呢，大概在十年前中国大陆崛起之后，我们台湾安全监控公司呢，很多订单就被人家抢走了。那天悦电就是做安控相关的一个设备。对。那它的股价本来一直都在十几块钱，在那边去做一个横盘打到底的动作。可是呢，就在这个礼拜，我看到，大概在礼拜一吧，对，看到它的股价就开始往上去做一个冲高，是，而且连续冲了几根，一二三根，连续冲了四天，今天涨停板，对，但是大黑 K， 对，今天早上开盘就开涨停板，然后呢就开始出现这个卖压又出笼，可是你看到它在这股价发动的这个过程当中，融资是跟着往上做增加的，对，所以呢这种个股呢，虽然说今天是出现开高走低，可是你要注意到，它今天其实是没有跌到平盘之下的，换句话说，它的股价还是有手，所以我个人怀疑。这档个股应该是还没有做完，那什么时候会做完呢？当然就是要看刚刚就美食的例子，就是
我们什么时候看到它的融资开始出现减码，甚至出现卖出，然后股价开始不涨，这时候有可能就是主力它准备要去绕跑的一个现象。好，另外呢，要来看到下一档呢，则是五峰。五峰的部分呢，要跟大家分享，它是做工业电脑的。维泰哥说，尤其是博弈的机台。对，五峰本来是在做这个工业电脑，在工业电脑它用途很多，它是主要用在这个博弈机台。那过去也曾经出现过飙涨，那么也曾经好长一段时间，那么在最近呢搭上了这些所谓游戏的个股的一个浪潮，它股价又往上做冲高。对，那么可以观察到在从十二月份开始，它本来平淡无奇的股价随着融资的一个进驻，股价开始往上做走高。是，那昨天拉出中长红之后，今天持续在走高，对，在创下了这个前波段的一个高点。对，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个股都是有明显就是这个主力用融资在做控盘的一个情况。 OK， 好，这是五峰。下一档呢，我们要来看到是传奇。传奇我刚刚开玩笑的啦，要跟大家讲一下，传奇呢一定是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游戏股，比如说像是圣境传说啦、精灵乐章，这些都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游戏股的广告的部分。对，你现在看到这个电视里面的广告哦，十分钟广告可能有八分钟都是在讲游戏。哎，对，我发现游戏股应该很赚的，因为他们的广告量下好大哦。没错，所以其实游戏股基本上是蛮赚的，但是过去股价都没有什么人在注意到它。那么接近年底又快要放寒假了，所以其实游戏股的旺季又要来了。再加上明年哦，又是这个电竞年哦，这个中国有这个所谓的电竞的一个比赛哦，所以可能会在这边带动一波这个所谓电竞的热潮。那传奇呢，最近的股价也是哦，经历过大概三个多月时间的修正。然后呢，在最近这个礼拜刚刚发动。这样这都属于刚刚往上去做突破跟发动。是。那同样的，看到它在股价往上做拉高的同时，融资也在这边往上去做个走高。今天虽然说也是出现这种所谓开小平高盘掉下来的一个表现，但是今天成交量并没有放大。换句话说，可能在前面几天买进的这些的一个融资筹码它都还没有走。OK， 好，这是传奇的部分。下一档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网龙。网龙也是游戏股哦，它是智冠的子公司，也是国内呢前三大的游戏研究商。比如说，你一定听过鼎鼎大名的《金庸群侠传》，没错，就是他们家的。对，好。那么网龙呢，它其实它这个过去哦，算是这个也曾经风光一时啊，因为它是在国内，其实在早期他们有这个自主研发、自主开发软体的公司。OK， 好。那不过后来因为韩国的这个游戏软体开发比较强，对，然后中国又比较大的市场，所以网龙他们这一挂就稍微比较沉寂了一点点。但是一样呢，它沉寂久了，股价总是要有点表现嘛。对，那就选在这个年终之际，看到它股价在低档横盘整理三个多月之后往上做拉高。那么这个往上做拉高呢，就带动整个均线也开始呈现多头排列。那同样的，看到融资余额也往上做增加，就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怀疑就是主力进场控盘的一档个股。 OK， 好，这是网龙。下一档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宏亚。讲宏亚呢，你一定觉得很陌生，然后刚刚维泰哥就跟我说，你小时候一定吃过啊。我说什么东西？你要说的是七七乳加巧克力。讲到七七，我相信那个思维就会提到另外一个人。对，统一师七十七号是林安可。对，所以我对七七这个数字很敏感。然后讲安可，我就要讲3615安可。对，另外一只股票。所以七七乳加巧克力，我发现他们近年来研发很多新的口味耶。有啊，其实除了七七乳加巧克力之外，像我们常常吃的新贵派，它也是宏亚的。哦，新贵派就是很经典的啊。对啊，所以其实这个标股就在生活当中啊。对，你爱吃，你更要懂得会买，买的要买在股价好的时候。对啊，下次当我们买东西吃的时候，翻过来看看这是哪一家做的。好，我知道了。好，所以宏亚也是有主力拉抬吗？对，这波宏亚其实涨的市场上面的原因是说，因为宏亚有投资药华药，它是药华药的股东。那药华药从最近很飙，对，从100块钱飙到200-300块钱，非常非常的多。那身为它的股东呢，基本上呢，它当然有机会受惠。但是呢，宏亚持有药华药的一个持股比例好像没有很高，好像不到5%。所以这波上涨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好的一个转投资收益呢？这全市场都在看。嗯，不过呢，比较能够确定的是，这波股价的上涨的同时，融资也往上做增加。所以我个人也在怀疑说，这档个股其实也是主力利用融资进行控盘的个股。好，下一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飞鸿。飞鸿呢是做电池充电器的，不过大家呢一定要留意的是，它也有做电动车的充电桩。对，好。飞鸿呢，其实它在说真的，在今年上半年的营收跟获利表现比较持平一点点。OK， 可是呢，它在今年第三季开始，因为它切入到这种所谓的电动桩相关的供应链，所以它的题材性就非常的高。那股价在这个三至十块这边去做一个横盘整理之后，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也往上做突破。那么很巧合的事情是，它在十一月份开始，它融资的余额就缓步往上做增加。然后呢，它在十二月份往上做走高的时候，融资余额也开始出现大幅度的加码。这个也是让我怀疑，应该是有特定的一个业内主力在那边去进场去做个空盘。OK， 好，这是飞鸿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维泰哥来提醒一下大家了。当我们看到主力在控盘的时候，如果你想要跟上，你想要搭这一波的顺风车，有没有哪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好，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其实在我们在抢赚红包行情的时候，要记得哦，这些的一个所谓的业内中实户或主力，它往上拉抬都是为了要出货用的。我们才讲万般拉抬只为出啊。所以呢，如果所以这绝对不是给你买来存股用的。对，因为大家都只是为了要在年底之前帮自己赚一个年终奖金，帮自己赚一个红包，所以万般拉抬只为出，不要无限制的去追高哦，好不好？这第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是，啊，这些所谓的中小型股，因为股本很小，对，那股价上涨快，下跌也会快，是，所以我们在操作上一定要一块打块，不要想太多，该卖就是卖，如果尤其是看到这种所谓股价苗头不对，该涨不涨，或者是早上开涨停板，早上开涨停，收盘收跌停，有没有看过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发生，反正就是苗头不对，要记得闪人。OK， 好，以上呢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的有关于主力的部分呢，让你看得懂年底的主力控盘的个股。如果呢你想要抢红包的话，请一定要跟上脚步咯。我们也非常的谢谢维泰哥，感谢。谢谢大家。好，接下来呢看到网友提问的部分了。首先第一题呢，先来看到的是光磊。光磊呢拥有题材跟技术，那不知道对于后续的走势维泰哥有什么看法呢？好，光磊这边所拥有的题材应该是在指的就是第三代半导体。对。因为其实光磊呢他本来的大股东是这个日亚化。那日亚化呢算是这个跟光磊，所以这类似做合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对，所以光磊接下来的一个名称会被改成台亚，对，台亚台湾的日亚化的意思。OK， 那日亚化跟美国的 Cree 呢，基本上在整个所谓的半导体的一个是 LED 上游的一个材料上面来讲，都算是有非常领先地位。是，那么本来的美国那个 Cree 呢，他把他最近更改名字了，更改成叫做 Wolfspeed， Wolfspeed。那 Wolfspeed 呢，就是要切入这种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那使得它的一个股价呢，在刚重新挂牌之后，股价出现飙涨。那大家就联想到说，那日亚化跟那个过去的 Cree， 它基本上同一个等级，对，做的东西差不多。那有没有可能也因为这样，也转入到这个第三代半导体的一个商机？那所以就想到，那日亚化那转投资光磊，那光磊是不是也有机会分到一杯羹？所以光磊它在十一月份，它的股价就开始往上去做一个走高的动作，对。不过呢，我从目前的一个股价走势来看，可以发现它在十一月底的时候曾经有出现过，爆大量，然后留下上影线的一个情况。就是那个66.2块创那个历史新高纪录的那一天。对，那个爆大量之后呢，股价经过一段时间的横盘。所以我个人认为说，短线上面必须要消化上面这个所谓的套牢的筹码，那股价才有机会在往上再做走高。是，好，这是光磊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题，游戏股橘子最近哦，每天都是创高之后又拉回，到底应该如何来看待呢？我们来看一下橘子。好，刚刚我跟大家提到，就是最近的盘面上面的主流类股就是游戏软体。那除了刚刚的网龙之外呢，包括像是智冠啦，这个传奇啦，甚至说像今天还有大涨的还有辣椒，辣椒不是吃的那辣椒，是那个红星辣椒，游戏软体公司今天也是大涨。那橘子也算是属于这个
游戏软体股里面的一个很重要指标股。嗯 ，OK， 那它最近的一个股价走势，你可以发现到它是沿着短期均线往上做走高。对，虽然说每天都有上影线，可是至少它趋势没有改变。嗯，哦，所以我觉得它接下来，如果说接下来在整个游戏族群的涨势没有结束之前，嗯，基本上我认为游戏局势它还是会有往上叫做走高机会。那补充一下，过去大家很红的跑跑卡丁车风之谷就是橘子的，就是游戏橘子的。对 ，OK， 好，以上呢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下一题，我们要来看到的是面板股友达哦，这一次涨的是真的涨真的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友达的部分。友达呢今天在盘中呢也一度创了波段的新高，但是似乎今天的涨幅呢是缩小到了1.09%，您怎么看呢？嗯，好。关于面板产业的基本面，我们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已经有提过了。对，那所以呢，今天就针对友达它的技术面跟筹码面去做一个分享。嗯，那从技术面来看，很明显看得到友达在这边是做一个碗弓底，嗯，圆弧底的一个架构。对，哦，说碗弓有一点点太大一点，嗯，脸盆好了，嗯，好，哦，脸盆底。脸盆底 ，OK， 它是一个大底，嗯，所以呢，这边来讲，我觉得它的这个主体完成之后，股价应该不会这么快拉回。嗯，再来从筹码面的角度来看，其实最近就像刚刚在上轮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嗯，外资买超第一名，投信买超第一名，都是在友达身上。嗯，哦，所以我觉得友达它占有这个筹码面的优势，哦，技术面看起来也不错，嗯，然后基本面看起来也不错，嗯，哦，所以我觉得它这次应该是真的。OK， 友达这次很可能是涨真的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分享到了很多标股的讯息哦，希望让大家呢可以受益良多，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一起努力的来赚红包。如果你想股市的炒店的话呢，我们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30都在 YouTube 首播，非常欢迎大家呢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我们会请节目的分析师群们来回答大家。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的谢谢维泰哥，谢谢思维，感谢维泰哥，谢谢维泰哥，可以发红包给我哦，加油，拜拜。